天不上课了，对呀、啊，给老师打电话好吗？我有病了，我有病了。你好，老师，我叫陈达，您在干嘛？在做什么？如果明天我不要上课，我有病了，我要睡觉。明天早上必须上课，想要逃课我睡不饱。明天早上为什么有课？睡在宿舍我睡不饱。如果明天我没有课，我和那三科找见美女。但是明天我们有课，我和那三科真的迟到。明天早上不要上课，我想逃课，我睡不饱。明天早上为什么有课？我和那三科真的迟到。老师可爱，天爱在哪儿？怕是是人妖，他要断了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什么？这里面有人妖，进来去吧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老师可爱，天爱在哪儿？怕是美丽在你，太棒了。老师可爱。Get it on, get it on.